林心如最近的日子可真是不好过，先有慈善的林江考，后有微博，把林心如直接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更糟糕的是，现在理智甚至是厌恶。曾经风光一时的紫薇哥哥，日子可真是难受啊！近日网友拍到了一组尴尬的画面，一组为 PS 近照曝光在大家的视野中面，这还是我心中的紫薇吗？真是岁月催人老啊！抬头纹加上法令妆容，这是得罪了化妆师吗？黑眼圈也是非常的严重，眼睛小10岁呢，也难怪网友都说真不知道霍建华看中他什么。林心如真是不能看了，老得这么快，这容颜怎么能够留得住老干部的？不用管自己的形象了吗？这不是林心如吧？穿衣服怎么这么难看？是很丑。可能是现在有了家庭和孩子之后，没有以前那么微博上面晒的照片也是素颜照片，照片上面的脸一点都不遮遮掩掩的。